喂，喂，张医生 ，Mr. Khan， 仲以为你唔肯见我添，咁你又等点啊？這個就是林美思，原來是阿 Ken 的姐姐，這張照片是她提供的。有沒有那麼巧啊？有些是更巧，我查回舊 report， 原來20年前林美思的手術裡面用的 ultrasonic scalpel 是輝圖做的，而這個是輝圖的老闆 Henry Chan。 那又怎樣？ Suture 單日令我知道鍾懷湘在輝圖裡面除了 Mr. Khan 之外還認識第二個人，看來就是 Henry Chan。 哦，即是你的桌底交易鍾懷湘也有份的，即是怎樣？你現在來跟我 confess 的？下午的記招鍾懷湘專門跟記者說跟 Henry Chan 不熟，其實他不用特登去澄清，我覺得他應該知道輝圖一些東西，想跟他們保持距離。那他就知道輝圖的 Suture 有事咯，究竟你想說什麼？ Suture 單日完了，鍾懷湘不用那麼避忌的，一定有啲嘢嘅。而家安妮被周振瑤兩公婆控制住，佢哋仲高調宣布會拉攏醫學院同輝圖合作，而鍾懷湘好似好唔想講，所有嘢好似冇關係，但係擺埋一齊又有啲拉楞。有冇拉楞都好啦，又關我咩事？冇，我擔心安妮有事，揾個人呻下啫。我已經唔係安妮咯，幫你唔到噶喎。話唔定遲啲又係咧。啊，你都幾得意。我頭整走我，而家又想拉翻入去。我整走你，拆散黑添，對我有咩好處先？唉，我有時做嘢有啲目的嘅，不過要揾人合作，我唔會揀周振搖咯。我唔得閒睬你啦。喂？哦，佢喺我隔離啊。兩條友做咩一齊噶？我唔係好想同佢一齊嘅啫。咁急咩事啊 ？Mr. Khan 頭先打嚟，佢話輝圖嘅 3D printer 有 bugs， 個噴嘴 quality 唔穩定，印出嚟嘅嘢可能會變形。輝圖明知咁樣都唔理，照樣四圍 sell 呢部 printer。Mr. Khan 睇咗個記招，佢忍唔住打俾我。喂，你之前咪有個 patient 換咗個 3D stand 嘅 ？Oh my god， 個 stand 就唔關輝圖事。是我跟醫學院找第二間公司搞的。那也好啲。如果個 stand 有事，就大鑊。咁 Mr. Khan 同得你講，即係話佢有證據喺手噶啦。就係冇啊！佢淨係話輝圖嘅舊夥嘅話佢知。個合作啱啱簽 contract 啫，未正式 run 嘅，我哋應該仲有時間。警告你啊，咪再玩嘢。你唔信我就唔好同我講啦。其實我就係信你咯。喂，仲咁多廢話，諗下點拆好過啦。啊，唔知頭先邊個話自己唔係安妮嘅，啊，唔關佢事。拜。啊，我口錯。諗下點拆啊？佢諗緊咯。